唔係，佢話想食咩啊？如果你可以停低，食個手叉飯都好嘅。食手叉飯啦，好攰啊！邀請外國的嘉賓去探討，你想邀請誰啊？其實今天有一隻戰紅可以看的，不過他是比較後面。有一隻戰紅啊，即是聽是吧？是啊，聽。那你最想是終點呢，有誰跟你一起打氣啊？我當然是我兩個兒子，兩個孖仔，兩個兒子。好啊，那你現在完成賽事，你最希望拿到什麼獎勵啊？我想吃個，手叉飯。是啊，手叉飯。我哋會安排嘅，多謝。冇叉飯，仲要蕉先啦。再食蕉啦，成程食一蕉。